三个阶段。这个人好看。我平时都待不着了，就在戏里边试妆。我刚给导演看，他说觉得叠加两个颜色的会好看一些。摸他脑袋没事，那就对了，这没事，不痒，没事，还有小弟。喂，旺财，旺财。工作了，工作了。这个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管道排铺的预付款不是已经付过了吗？第二笔款项的时间还没到呀。秦总，这不怪老秦，先接着走。回来，没得给你。笑一笑。是长虹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你喊一下，你要喊一下那个赵磊杀青是吧？野蛮生长赵磊杀青。啊，野蛮生长赵磊杀青。爽快的举办下杀青。 OK 杀